退自己步啊。奥利一开闸嘅时候啊，前面快闸战斗英雄今次快、啊，响埋边有呢只合金王啦，最出嗰边啊帝豪欢声啊，中间走上去仲有投资有利啊，第五位就系呢只飞跃精英啊，后边两只红星勇士啦，咁啊同埋呢只咧就逆市奇巴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嘅时候咧，前面放嘅马咧竟然系呢只帝豪欢声快添啊，响外边有利有我啊，内栏第三咧就投资有利啊，咁啊中间第四位咧咁啊仲有战斗英雄啦，响外边咧就飞跃精英啊，攞出去外边追。有青春力量啦，馬林後邊先嗰啲醒目勇區啊，外邊追啊，仲有黃衫白臂亮就喺呢只逆市奇巴白住超級精英一齊上緊啊！好啦，最後200多米啦，有你有我就鬥緊埋邊嘅帝豪歡聲啊，飛躍精英就喺中檔啊！咁啊，再見到入邊投資有你都追咗少少啦，中間上嚟嘅嘛，仲有隻可愛新星啊！最後100多米有你有我佔先一個身位，見到外邊可愛新星一路上緊嚟，入邊仲有呢只投資有你接近終點，有你有我贏出呢場賽事啊！可愛新星第二。第三名似乎係飛躍精英嘅機會高過入邊嘅投資有利嘅，咁啊叫做要影相啦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只較為後生啲嘅馬有你有我咬前啲，咁啊結果走甩先啊。可愛新星追上嚟都好勁啊，跑翻個第二、第三，咁啊呢只飛躍精英同埋埋邊嗰只投資有利就岌上岌落啊。